永嘉呢大师啊，把领悟的哈、那个真理啊，都写在这个《正道歌》。那我们从《正道歌》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真理。所以呢，在永嘉呢建六祠的时候啊，因为永嘉呢是每次啊都在修，所以对这个基本的那一些的修持功夫啊，都做得很好。而且在这一生永嘉呢这个世界在凡尘的这一生呢从小孩子开始就已经在修道。那修得很好，他又呢这个很就是一板一眼。所以之前呢就有写一本啊那个之前的一些基本功夫啊。那跟呢那个正道歌比较就会差得很多。正道歌呢全部啊都是走入真理世界。那在还没有建六祖之前呢那个写的就非常的这个本来是说住相住在你心下。那我们呢凡尘可以说这个轮回太久，对住相呢都会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会住相。那住相了以后很努力修，又很守戒律因为可以做得到。各位浅浅，可以做得到以后会有什么现象？不知不觉骄傲，会笑人做不到，自己从内心的深处就有骄傲。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很不容易发现，骄傲的时候不容易发现所以呢佛会讲说我们对所有戒律都修得很好，最要防范就是不知不觉的骄傲。所以假如说我们呢对这个真理一领悟以后，领悟了以后我们也一样会不知不觉骄傲。各位有没有这个很难发现所以我们要先打预防针。要想说呢，我们落在凡尘既然有身体了就是被这个业力推来成愿而来可以说是很少了，说是被业力推来，所以没有骄傲的地方。假如说我们已经修正了，心都到佛的程度了，那也不能骄傲。为什么？这么多众生都还没有度，也骄傲不起来。所以一定要了解说在真理里面没有骄傲这一回事我们一骄傲了就是造业，有了业就要受苦。那因为永嘉大师呢他戒律守得好然后人呢又长得高大英俊，那玄策呢禅师带他去见六祖的时候他看到六祖就是毫不起眼很娇小又不是仙风道骨所以他也从内心深处产生瞧不起。各位有没有发现里面那个含义？有没有？所以他绕了三匝以后他那个西藏这样就这个一踩在这个地上，可以说呢对六祖就没有那个恭敬的心。那六祖呢就讲说呢，大德自何方而来都已经具备三千威仪八万细心，为何生大我慢？这个大我慢就是骄傲，就是有我的形象存在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所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相然后呢还有一个法相，就这两个。
我们把我相去掉呢，法相去掉就可以哦，哎，回到哦我们的本来，每一个都是佛。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去掉我相跟法相。那六祖一讲了以后呢，哦，这个啊玄觉啊永嘉大师呢，哦，他就因为根气好，所以马上啊就会知道自己的哦那个不对所在。可是呢，他马上哦就知道那个人生啊要追求的重点，说哦不讲这一些呢哦那个脾气毛病啊，就要讲哦生死世代，然后无常性数，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哦也是一样哦，要把这个哦生死的大事，无常很快哦就来了，不能说我们现在还年轻哦，还活力充沛啊，时间是哦过得很快，一下一转眼啊，我们一生就过了。而且哦，什么时候啊哦会遇到灾难都不知道，像各位也看到新闻报道，或许住在基隆，那基隆不是走山吗？就在或许隔壁而已啊。哎，所以那个走山的地方离或许住的地方很近。哎，啊，你看哦，我们在马路跑，在高速公路跑，那一座山突然哦压下来，来得及跑掉吗？哎，你刚好过去啊，跑不掉的啦。那个都瞬间，一瞬之间哦，哦，没有下雨，也没有地震，突然山跑来，而且哈、哦，那个高度啊，有多高知道吗？26公尺，从那个路面啊，到那个哈、哦、那一座山的山顶啊，有26公尺。我们这样一层楼哦，3公尺而已啦，30公尺的10层楼啊，你看那么多的哈、哦、那个土石啊，一压。整个车子都扁了，那人一定是死掉，因为没有空间哦，土石啊密密的，不像地震的时候啊还有哦那个空间可以呼吸，所以哦一下子就死掉哦，3辆车4个人哎都活不了。所以我们哦就是在生活的时候啊哦一定要赶快哦，像后学所讲的，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哦，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先把佛性启发，先认识啊自己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本来面目哦，我们已经把它启发了以后哦，整个佛性的轮廓、啊、都能够摸到，摸到以后啊，我们要把它延伸，不要局限在身上哦，我们做这个耳根圆通，我们哦可以六根都可以用的。哦，用眼根呢叫见性，用耳根叫闻性，用鼻子叫嗅性，哦，用舌头啊叫尝性，用身体啊哦叫触性，哦，用我们意念啊叫做察，哦，观察的察，察性都可以用，哦，不只有说用耳根啊，只是说耳根比较好，哦，好用。哎呀、啊，所以呢，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哈、哦、耳根圆通啊，哎，我们就可以用。等到呢，佛性都已经我们哈、哦、可以确立了，哦，已经呢知道了，然后呢就把它延伸，哦，延伸到整个空间。我们还没有把佛性延伸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空间叫完空，什么都没有，空间啊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佛性啊一延伸以后，这个空间啊叫真空，哦，空间呢叫真空，然后呢佛性有可是没有形象，叫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啊，哎，就在整个空间，哦，所以这个时候啊很宽广，佛性呢很宽广，哦，哎，出来以后慢慢的哈、哦、延伸到呢哦整个虚空。它可以超越整个太阳系，哦，文殊菩萨呢就讲说，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它的哈、哦、那一种宽广度啊，哦，超越啊整个地球。地球呢，哦，是海浪的一个泡泡，海鸥啊，
哦，就是海浪引起来一个泡泡。那我们都以为哦，这个地球很大，然后我们佛性很小，刚好相反，佛性很大，地球很小。哦，三千大千世界、啊、都在我们的性分里面，是在性分里面哦，哎，很小的一个单位，可是我们不研究，不知道。那现在我们哦，就是要实际的哦，要把我们整个哦这个佛性啊延伸出来，延伸出来以后哦，跟空间呢合在一起。那等到呢，我们呢一口气不来，哦，这个身体呀、啊、已经呢哦生老病死死掉了。那佛性呢，它因为没有形象，没有生死，没有生灭，哦，永远都在。那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哦时事古今啊不离当面，哦正道歌里面讲啊不离当处啊常湛蓝，哦这个呢是很超越、啊、哦然后接下来说不见一法即如来，各位都有印象吗？有没有？哎，所以我们了解哦，说我们。哦，那个佛性的宽广度非常的宽广，可是我们都没有认识啊。哦，虽然说求道道殊胜，那殊胜在哪个地方哦，我们都不知道，没有研究不知道。哎啊，所以我们哦就是要认识，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我们哦要了解说，凡尘在用的心呐、啊，那个都是世心，认识的心呐、啊，是生灭变化。不能用这个生灭的心来修，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呢、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才会成就了。各位前贤，不生不灭的心找到了没有？是有人回答，可是很少，哎，还不到十分之一耶吼。那可见呢，很多都还没有找到。哦，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没有一秒钟哦离开过我们身体，它全部都在，只是我们都没有去认识它。啊，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哦来认识啊，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因为妄心哦那个啊生灭变化很强，嘿，我们用得很习惯，啊妄心哦它没有体。随着、哦、外面的形象变化，啊，真心呢有体，我们不用它，它在；我们用它，它在。哦，不管用不用都在，只是我们认识跟不认识而已。哦，它给我们用，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那我们现在就要先认识它。哦，万念都放下，不要有哈、哦、哎那个意念的外放。哦，就是全部的意念啊，哎都放下。不要有念头哦，然后很强烈的告诉自己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这样要经过一段时间啊，哎，连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念也不要，这样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剩下来、啊、就是寥寥分明的直觉性，寥寥分明的直觉性啊，就是本来面目，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哦，要去进入的哦，我们呢那个实相，哎，就是呢哦，他在成佛的哦，成佛就是他，所以我们一摸到了哦，这个本来啊的真心啊，这个即心就即佛，这个心就是佛了。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心呢、啊，那个生灭的哦，那个不会成佛。哎呀、啊，我们一定呢要哦万念放下了哦，要一段时间真正的都没有了哦，没有意念的哦，没有啊这个所有的一切攀缘都没有，那个时候啊，哎，我们的真心呢就呈现。那我们一启发了以后啊，哎，启发这个真心，我们请真心呢出来当家，来指挥啊我们身体的视听言动。都由真心来指挥，那因为是真心指挥啊，所以不会造业，那不会造业、啊、没有业因，我们就不用受苦，没有果报哦，没有因了就没有果报，
那我们在凡尘啊，现在呢我们都没有启发真心，所以都用生灭心来在生活。那我们用生灭心呢，因为都变化无常，所以哦会有喜欢讨厌，而且很强烈哦，喜欢就想拥有，讨厌就排斥。那我们在呢哦喜欢讨厌之间取舍，那一落入取舍啊，哎业因就形成。那既然造了业，就要接受果报。哦，我们呢也都做善事啊，就有善报哦福报。那做了不对的，也就恶报，都落入果报。那我们启发真心呢，用真心来哦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就没有哦没有业因，就不用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意思吗？或许一再讲哦，都是讲这个啦，哦，都是哦从根源、从真理的角度来说，哦啊，我们呢一定要听得哦很熟悉，哦，在我们现分之中啊都有佛音，那一定可以成佛。所以研究啊，哦这个心理心法，我们能够明心见性，哦啊心明啊就因果不昧，不会迷昧，哦不会去造恶因呐。所以就不会接受果报。哦，那我们见性啊，成佛无疑，一定成佛。所以一定要朝这个方向，没有明心见性哦，成不了佛。哦，心性啊，一透彻知道了，哎，就一定可以成。从自己的内心呐，哦，产生信心，而且呢，哦，十足的信心。哦，一定要这样努力啊，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大家互相哦勉励啊，因为这个都是蛮哦深啊蛮纲要，哎啊，只要我们用心呢，它就很浅。所以以往啊，哎，假如说有浅显问我们，你可以成佛吗？我们内心大概都想哦，哎，愿意成佛，那个只是希望啊，都没有哦真正的把握。那我们研究啊心理心法，明心见性啊。那成佛是啊，可以自己啊从内心产生，哦，可以时间早晚我一定成佛，有没有这个信心啊？有。哎，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哦，只要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明心见性啊，成佛不是很困难，而是很简单。哦，我们只要呢启发真心出来用，哦，在凡尘都用，哎，就可以成佛。哦，因为那整个啊，哎，都是佛性本体啊，在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凡尘的万事万物啊，都是哦，眼即则生啊，眼散就灭。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凡尘的万象都是虚幻不实在，不要把它当成实在。那万事的形成也是一样，因缘际会才有事。哦，一年消失啊，事情就没有变化了。哦，它已经呢，哦，整个变化了，没有事情了。所以全部呢都不真啊，我们不要住。我们最容易啊，就是住在形象，住在事情的内容啊，这样呢，我们烦恼就来，烦恼就来啊，智慧就没有。啊，没有智慧啊，我们被形象哦左右，哦，被它呢啊缠绕。去要拖你走啦，哦，去要形象的拖你走。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呢，一定要了解哦，形象都是假的。可以知道形象是假的吗？知道。就连我们哦，这个房子啊，哦，盖得很坚固，它的哦寿命呢，也不只不过100年，水泥的寿命啊是100年。那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来说，它是一刹那，很短的时间。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灭，哦，千万亿年它都在。所以这个100年啊，是不是很短？是。只要落入形象，有形象就有生灭。那因为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不会生灭。可是没有形象的佛性哦，却不是完空，而是哦
寥寥无名，我们呢身上都可以体会。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借我们用，不是我们能够、哦、去掌握的。假如说身体啊，我们可以主宰，可以掌握，我们在最年轻、最漂亮、最有活力的时候啊，我们就命令身体说不要动，不要变化，我要这样就好，可不可能？不可能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啊，一直过，哎，啊，都老啊，哦，生老病死啊，一定的，绝对，哦，所以在我们身体呢，生老病死，在外面的形象啊，生住异美，绝对变化，啊，所以都是假的，身体也是假的，最亲的身体都是假的，生的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说一定呢，要把佛性启发，然后以佛性为主要，哦，使它恢复光明，哦，就是呢，庄严佛土，庄严佛土啊，就是佛性恢复光明，哦，不是那个有形有相的富丽堂皇，而是我们佛性本体呀、啊，哎，它非常光明，非常富丽堂皇，哦，那个功用啊，无量，哦，无量无边的功用。啊，我们呢都没有好好的启发，哦，好好的用我们那个佛性的工作，所以在生活之中啊，一定要体会，只要落入形象，一定有生灭啊，不要追求生灭，要追求不生不灭，重点一定要追求不生不灭。那所以呢，佛学就讲说哈、哦，我们都有双手嘛哈、哦，那我们来体会。体会说眼即则生啊，眼善则美，有没有听到那个拍手的声音？怎么出来的？就是众眼聚会啊，这个声音是从右手出来吗？是从左手出来吗？是从空间出来吗？是从无音出来吗？都不是，对不对？可是他也离不开右手，也离不开左手，也离不开空间，也离不开我们的心。啊，众缘哈、哦，聚会就呈现，众缘聚会就呈现了。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是这样，众缘聚会就呈现。眼聚啊则生，眼善啊就灭。啊，我们看到哦，眼迹有形象，有事情，看到了哦，眼散啊消失，这个叫见法，见到方法，知道吗？啊，见到方法就是见到佛，见法即是见佛，因为法就是佛的老师，哦，这个因为佛修法，所以成佛了。然后呢，成佛以后说法来给僧修，佛法僧啊，它是一体的哦。佛呢，就是我们佛性；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僧就是我们的行为啊。所以全部都在身上，佛法僧都在身上。哎啊，我们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啊，哎，会拍手吗？会不会？会。哎，就、哦。拍拍手去体会啊，眼聚则生，眼散就灭，这样你就见法，见法就是见佛，佛没有形象，是空间哦，这个空性就是佛性，整个空间都是佛，可是我们都没有体会啊，我们借着这个来体会哦，说眼聚则生，有声音，现在不拍没有声音叫眼散哦，眼聚则生，眼散则灭，我们见到法了，已经见到佛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有一点深了、啊、哈、哦，可是只要你、哦、去体会，说哦，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都是因缘际会，缘际则生，缘散就灭，这样哈、哦，一深入啊，只要我们深入这个道理呀、啊，一定会懂。他道理懂了以后，我们不会住相，形象都是假的，都是因缘际会才有。啊，所以烦恼啊，各位浅浅，
烦恼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们烦恼从哪里来？两个字啊，住相。我们住相才有烦恼，对不对？对。我们假如说不住相哦，烦恼就没有。哦，假如说人家骂我们呐、啊，哦，那个话很难听，我们住在那个哦，那个很难听的话里面住相，我们就很生气，会不会？会。哎，所以哦，烦恼的由来就是住相，那住相就是不知道相是假的，所以才住相，住相了就烦恼，烦恼就引起我们呐、啊、不合理的行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啊，那个行为合不合理？一定不合理啦，对不对？哎啊，造不造业？哎，一定就是造业。那、啊、所以我们就在自己呀、啊，哦，头脑没有清醒之下造了业，造了业要不要受苦啊？哎，要接受果报。哎，所以是我们自作自受。那我们了解真理，说哦，因缘机会才呈现形象。那相是假的，因为它会变化，那不要住，不要住就没有烦恼、哦、那我们以后遇到事情，事来则应，事去、啊、则见。我们现在、哦、不是这样，我们事来则烦，很烦恼，事来则烦，然后事去、啊、则思，事情去了以后、啊、我们思想就是要开会检讨，有没有？哎，我们现在都是这样，事情来了哦，那叫烦；啊，事情去了哦，咱就来检讨看看都要做唔对，是不是这样？哎，跟我们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啊，完全都是相反，不一样。那我们呢，要从真理进入哦，事情来了，我们要怎么应对啊？有一个刚好的角度，我们去应对。哦，事来呢则应，然后事情一过去以后啊，过去就让它过去，你再怎么检讨还是过去呀、啊，哦，拉不回来，所以就让它过去，事去则净，哎，就哦恢复到清净，哦，清净啊，哎，锁住我们本体，哦，那我们心性啊一清净啊，哎，就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哎，这样呢时时刻刻啊。都保持头脑清醒，头脑很清醒啊，会不会造业？绝对不会造业啊，除非我们愿意哦，哎，自己呀、啊，哦，去承受那个地狱的哦那个苦报，哎，才呢会造业。那我们很清醒的时候啊，一定呢都是、啊、很理想的哦那个生活。那所以我们要自己追求哦，自己呀、啊、从内心的深处啊，哎，启发我们。哦，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来指挥哦，我们在凡尘的所有视听眼动，这样呢就很理想哦。我们呢就要朝这个方向，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各位求什么？金钱？那个哦，一口气不来啊，我们一毛钱也带不走了、啊，所以那个够用就好。在凡尘生活啊，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啊，这样就好了。哦，那个欲望是无底深渊呐、啊，哎，甜味低呀，你再怎么去哦，把它呢满足你的欲望都不会哦，哎，满的不会哦，说好了，我不再追求了，不会了。哦，那你甜哦，滴滴甜滴滴甜哦，必做拢修宅咯。修哦，修遐钱啊，愈济愈吼，愈给他割啊，哦，愈唔爱吼布施，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越吼、哦、拥有越多啊，烦恼啊苦恼越多，那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佛性光明了、啊，哎，那个就是最富有的，哦，最富有啊，哎，就是我们佛性光明。所以我们有讲过那个七法财，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七个啊，七法财。第一个呢，就是闻啊，哦，能够听到最上乘佛法。
我们佛性里面最富有的哦，听到最上生佛法哦，闻哦，就是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哦，可以成佛的方法。那第二个呢，就是信，相信，相信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佛。相信，不要向外追求，向我们内心来追求，自己本身呢就是佛哦，所以要相信。然后呢，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有哦那个戒律啊，因为造化都引诱我们哦精神外放，那我们要有那个戒律啊，把那个哦造化的引诱把它切断，不受造化引诱。哦，我们不接受造化的引诱，哦，那个很重要。哦，我们呢，只要保持自己呀、啊，很哦笃定的，那个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守得住。哦，所以第三个呢就是戒，第四个从佛性本体呀、啊、产生的定力，定很重要。哦，就是呢，这个要。从呢本体产生定来了解说凡尘的、哦、所有动摇、啊、都是生灭变化，所以、哦、不要落入现象里面，那个有定、啊哦、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有定力的话处理事情、啊、一定都会很圆满。那假如说我们、哦、这个答应可以怎么讲，老一辈的才会讲说哦，不笃定啦、啊、那个答应就是哦做事情啊没有观前顾后，金答应就是哦那个经验都不够啦，所以哦我们了解说我们没有从哦那个真理呀、啊、哦生发出来，都会有这一种现象，就是很仓促的一些决定啊，都、哦、没有观前顾后、哦、做下来呢很多都是不符合真理，所以答应很多、哦、很多那个台湾话翻成国语或许都翻不过来，比如说、哦、有一句话叫做先衰，各位浅显先衰什么意思，老一辈的听懂吗？先衰，或许把那个内容、哦、稍微跟我们讲，就是他很 picky 啊，他有他的见解，人家再怎么说都不接受了，还有就先衰。假如说我们从、哦、那个出生到。然后转到这个凡尘来，那从畜生道转到凡尘、啊、因为他在畜生道之中、哦、已经经过很久、啊、所以、哦、各位浅显畜生道他所重视的是什么，有两个，一个是吃一个是睡，所以、哦、他的、哦、那个里面、啊、畜生道的那个哈、哦、性分里面呢、啊，就只有吃跟睡，哦，吃饱了想睡了，睡醒了又想吃了，啊，所以一转到我们人道来，会怎么样？也是一样，就是想吃，吃饱了想睡，有没有这种人啊？不但有，还蛮多哦。所以你要做，你要他来做善事，他愿不愿意？绝对不愿意。哦，你要度他求道，他愿不愿意？也不愿意，因为他性分中里面啊，没有那个事。所以我们就是要哦，要培养哦，要呢从那个最根本的，说你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不要苛求了，这样就好了。让他、哦、慢慢经过，慢慢累积、啊哦、经过累积、啊、一段时间以后，你邀他说我们一起、啊哦、去寺庙拜拜，
在他很空闲的时候啊，他就会说好啦，我给姜家你来拜。那假如说哦都没有把他培养，他会讲说拜坏脆康，有没有？就会这样说啊。那我们就知道那个离得太远了哦，他的性分里面啊已经都很迷昧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我们能够接受最上生佛法，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定有祖德，祖先有德性，然后我们本身累积善哦，我们有善因，善啊又哦生根的善根，善根又成熟了，然后才会遇到上生佛法。我们又遇到呢上天大开普渡这么殊胜的机会啊，何不好好把握，把它修正哦，修成又回到本位，哎，都是佛，然后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哎，要到哪个佛世界去都可以，不是很理想吗？对不对？可以做到的，看我们啊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啊？因为我们呢有一些对凡尘哦都很贪念，很迷恋啊这个凡尘，所以才有那一句话说。只羡鸳鸯，哎，对了，不羡仙了，他只有羡慕鸳鸯，会不会死啊？会，绝对会死。那死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有那个美好的景象呈现？不会有的啦，哦，不要后悔啦，哎，后悔让我去包包表，不会的，哦，要看我们呢造什么因呐、啊，哦，一定要有善因。才有善的果报。那我们在凡尘啊，各位前些行善的时间多呢，还是作恶的时间多？作恶。为什么会作恶的时间多呢？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呐、啊。所以哦，我们可以说说无明的时间多了，哎，不能说作恶，哎，我们不会去危害别人呐、啊，哦，哎，那个没有作恶啊。哎，只是无明而已啊！哦，无明的时间多，那无明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样无明？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哦，就是无明。无明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从佛性本体哦，很光明的发出无明来。就是起心动念，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光返照，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马上知觉，那个念哦，它就断了。你只要说没有马上知觉，它会一念接一念，没完没了。我们都以往都这样，所以很习惯了哦，一念接着一念，一念接着一念，那个叫无明。哦，所以我们呢都生长在无明之中，啊，因为是无明啊，所以落入啊两边，哦，善恶的两边啊，我们从无明落入，啊，落入以后啊，哎，我们都住相，哦，行善也住相，作恶也住相，哦，啊就呢受苦啊没完没了，就一直在受苦，啊这样呢恶性循环。那现在哦，我们哦研究啊性理心法，明心见性，知道这一些啊，哎哦，我们从佛性本体发挥的念头啊，哎那个啊，哎我们要能够去降服、克制。所以哦，发挥啊我们金刚本性，金刚哦，金中之刚，凡尘最价值的、最锐利的。哦，金刚把它发挥出来，它可以破坏万物啊，不会被万物破坏。表示说，我们金刚本性可以破坏所有念头，不会被念头破坏、啊。各位前贤，现在我们生活之中啊，有没有被念头把我们哦，哎，控制？有没有？还蛮严重的呢。我们念头一产生哦，啊，一点被念头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很难改变哦。哎，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啊，
他产生什么决定哦，一定按那去走。啊，你今嘛讲讲唔当啦，唔当按那走，唔当按那走啊，欠得过来嘛？大概十之八九哦，拢欠不过来，以一点哦，一意孤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我们已经没有发挥金刚本性了，都被哦我们那个哦那个妄念啊啊看得紧啊，有没有？哎，啊造不造业啊？一定造业哦，所以我们就是要研究真理哦，让我们的金刚本性、啊、来指挥身体哦，绝对不造业，这样会了吗？会不会？啊，会不会听话？我们的所有行为啊，会不会听我们佛性的话？会不会？啊，想不想启发佛性来指挥啊？想。哦，那很好哦，很理想，一定呢要启发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哦来指挥哦，所以啊，我们要用。用呢、哦、我们本体、哦、用佛性本体，这个、啊、就已经不生不灭了、哦、用佛性本体直接来指挥、啊、我们在完成的所有一切行为，那么当下当下已经是佛，所以就 不怕说、哦、那个走散了哎，因为当下都是佛，走山来了也没关系呀、啊。哦，我们呢这个哦，这个已经哦圆明圆满的光明啊，哦，我们那个佛性啊，整个圆满光明，哦，这个都不怕呢，哦，外在的形象啊，所以外在形象哦都是虚幻不实在的，哦，不真，哦，那我们呢，哦，整个啊都在。哦、我们实相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中、啊、所以不怕走散、啊哦、整个三地变化我们都不用害怕、哦、所以、啊、要了解说、哦、我们研究这个是最殊胜的超越现象的、哦、这整个可以超越、哎、甚至都可以知道知道哪个地方、哦、有、啊、这个天灾人祸都会知道哎，那我们、哦、有时候、啊、要了解说、哦、像这一次啊里面、哦、它有、哦、那个坤道、哎、它也都根基蛮好、哦、这个发生灾难呢它都把、哦、它的那个、哦事情、啊、去跟它的那个熟识的人、啊、去给他们托梦、哎、全部都、哦、去给他们托梦、哦、就是以身体、啊、来讲道，所以你们、哦这个要在平常的时候、啊、就是要能够、哦、掌握到自己、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那个外在的形象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不能、啊哦、这个生存在凡尘，不能在凡尘实现、哦、那已经可以、哦、到那一个整个佛性、啊、都跟空间合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形象啊就不关紧要，像我们之前有讲那个神光哈、哦、二祖，神光二祖怎么死的？各位知道吗？被砍头的哦，哦，因为那个皇帝啊，就是对那个哈、哦、所有修道的非常的反感，哦，只要你修道了，哎，他就哦这个对跟你作对了、啊，那、啊、所以他一直在。哦、推广这个佛法、哦啊 被人检举、啊哎、说呢、这个、他有野心、啊哦、想要、哦这个巩固他的地位、啊、要领导这个国家，那皇帝那受得了吗？受不了，所以他就、哦、把他抓去砍头了。 那神光就讲，他说、哦、将头、啊、将这个头来临白刃，白刃刃就是刀了，哦，把那个头要去用刀剁，犹如啊斩春风，那红斩头吼、哦，刚才那斩春风啊，春天的风啊，不是很舒服吗？你看那个什么心，就是哦，严明，
哦，整个啊那个佛性啊都圆满，形象是假的啦。所以哦，他把那个整个道脉哦传给那个哦三祖，他就跟三祖讲说：“你不要传，因为你这个时候传一样没有命啊，你跑到深山去躲起来，不要被人发现就好，把那个道脉能够哦哦延续。”所以我们在哦那个历史之中来看，三祖哦。他的事迹呀、啊、没有，哦，他世子才有了，哎，世子到深山去，哦，这个见三祖，三祖把那个道脉传给哦世子，世子以后哦传给五祖，五祖传给六祖，就这样。那到六祖的时候，那个五祖也跟他交代说，不要哦急着要弘扬，不用，还要一段时间呐、啊，时机还没到，所以又经过十五年，对不对？哎，经过十年以后，哎，他才哦，现在是要弘扬的时候了，才出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这个道都是哦，有那个哦显很哦显扬的时候，有隐啊隐藏的时候了。那现在是上天大开普渡，各位先贤，上天为什么要大开普渡？因为人的心啊太恶。人的心恶，各位要了解到形成哦共业。一个人的心恶，他的头顶都是黑气呀、啊，哎，啊、你所有人都是黑气呀、啊，就形成灾难。灾难降临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逃得过，一定要接受灾难。那有一些还蛮善良，其实我们人都很善良。是沾惹到现象哦，才起变化，哦，都是很善良，哦，像那个走山那一些哦，去挖土哦，那个怪手，还有那一些大卡车运土的、啊，他们都哦日以继夜、啊、一直工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那附近的哦一些啊哦那一些商家就送哦那个粽子、包子。咖啡饮料就一直送去给他们吃，不用钱。你看人心是不是很善良？很善良啊。那一些哦，那个大卡车司机他们也说哦，我们又没有受征召，自己去的啦，家里车开就去了的啦。阿公哦，阿妈在那去搞项链子，很有意思哦。讲阿公来你做嘛，代表去搞项链子。讲阿无要紧啊，救人就好啊。嘿，所以哦，你看人心都是善良，嘿，他也不会啊。这个政府假如说没有花给他们钱的话，这个怎么当政府？哦，这个政府一定要出钱啊。嘿，所以那个都不用怕。嘿，人心都是还是善良。嘿，所以我们了解说是，所以呀、啊、会有变化，是我们住相。住在形象，你贪图啊物质的享受，哦，就会有私心，啊，私心一起了以后啊，就会作恶，做了恶呢，就要接受哦恶的果报，哎，这个叫做头脑不清醒，哦，那我们就是了解到哦，凡尘很多都会这个样子，住在形象，然后被了假象迷惑，然后哦黑气就一大堆，哦，就形成灾难。灾难降临、啊、我们要同时接受、啊、所以、啊、上天不忍心、啊哦、义跟死同时、啊、消灭、啊、所以、哦、降道拯救、哦、善乃训降灾难来惩治、啊、这一些、哦、私心作坏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大开普渡、哦、只要呢我们、啊、都有那个、哦、根善根、啊都可以得救、哦、所以这个时候啊，哎，上天呢、哦、要救我们回去啊。这一次我会老师不是说我们好久都没有回家了，说我们家里、哦、都是啊低毒西啊、哎、都没有回去打扫，想不想回去啊？想、哎、回到故家乡、哦、回到本位，都是佛，每一位都是佛，哎，所以要自我取喜呀、啊，都是佛，龙起坤，哦，那我们呢，内心呐、啊、都是非常光明，这样的话呢，哦，自然而然、啊、我们就会、啊、
无条件的哦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帮助自己，利人啊绝对利己，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一大部分呢、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哦，想赚的高个底下这样，有没有？有没有高个底下这？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过我们的家人，对吧？有没有？然后过家人哦，有够够难，过些哦亲戚朋友，有没有？一直发挥，对不对？那所有众生呢，都是我们亲朋好友，都是我们一体呀、啊。众生都是性分之中的哦，众生，拢是家己的呀、啊，哦，家己的性分来的。众生啊，都是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哦，不用起分别心，哦，不用起强烈的哦那个对待心啊。各位有没有对别人产生强烈的怨愤？哦，你看，没人答应，绝对有。某一个人的行为看得很不顺眼，那个就是哦强烈的那个哦怨愤的心。那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会让我们看得很怨恨，就是他不明理，不知道道理，哦，才会做出了那一些不合理的行为出来，可不可怜？那样的人啊，可不可怜？很可怜，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哦，他们已经啊，都已经是哦，肉茧拔了一高枕。然后我们对他厌愤了、啊，是不是赶快默解解答给他听？对不对？落井下石，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呀、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哦，他之所以呀、啊，哦，做的都不合理，让我们很讨厌，就是他已经啊偏离真理，偏离道，很可怜。那我们呢要怜悯众生，就是要想办法呢，哦，去救他，这个才是正确的。因为毕竟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性分之中的东西，哦，不是外的，是我们性分之中，而且现象很快就变化，变化很快啊，哦，我们好心的会变坏，坏心的会变好，都不固定的啦。看了我们的遭遇，看了我们的认识，哦，看了我们的追求，所以哦，一定要追求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追求了以后啊，把它推广，哦，让所有人都了解，让所有的人啊都能够呈现作佛。这样了解吗？就是要哦，我们佛老师要我们发那个善愿。哦，有善愿就有力道，有力道呢就可以行得出来，就可以做。哦，那我们整个啊，每一个人哦，那个头顶啊都是锐气，不是哦那个黑气啊，哦不是灾难，而是锐祥锐之气，它就可以哦把那个灾难消除掉。哦，每一个人都是哦啊这个发出那个祥锐之气啊，灾难就没有。那每一个人的花痴的心、啊、都是自私黑气、啊、那灾难一定、哦、形成，那形成灾难一降临、啊、我们一定要接受果报，那个都不理想的、哦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都是一体、啊哦、一体，那佛已经证悟到一体、啊、所以成佛，那我们众生呢都是分别心、啊、所以成众生，这样了解吗？我们的分别心很强，很浓厚，强不强啊？分别心啊，强不强？哦，你今后要我真善啊你，有没有？所以哦，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就是要体会哦这个真理。那我们体会真理以后啊，哦那个强烈的分别心啊，就会慢慢哦淡。哦，比较、啊、没有那么强烈，到后来啊，真的就是啊，将心比心了，哦，都没有了，分别心啊消失了，那消失以后啊，就成就了，可以回归本位了，哦，进入一体了，所以我们呢，从啊那个
啊永嘉大师啊哈玄觉玄觉禅师啊，他所讲的哈、哦、那个生死啊四大无常啊兴趣，哦，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哦，生死的事啊最大，完全没有比这个事更大，哦，生死。然后呢，无常就是哦，我们要接受那个死亡的那个时间啊，很快，快不快啊？哎，很快哦，哦，这个一段时间不见了、啊，哎，某某人不在了，一段时间又不见，哎，某某人又不在了，时常可以哦，听到这一个哦信息，告诉我们啊，哎，观察是咧短死的吼、哦，不是咧短老的、啊，哦，有一些呢。蛮年轻了、啊、就已经都、哦啊、过世了，所以我们要掌握在凡尘、哦、我们有这个能力、哦、主宰自己的时候要赶快、哦、把我们的放出去的心、啊、收回来、哦、回光返照、哦、看看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启发佛性本体呢跟整个虚空融成一体，真空妙有，各位浅浅，真空妙有能够体会了吗？有没有？我们凡人、啊、都把佛性、哦、局限在身上、哦、没有说把它呢整个、啊、跟虚空呢、哦、融成一体。那我们现在、哦、最重要的先认识、哦、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没有形象，可是哦寥寥无名，哦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哦都不要有念头，那我们剩下那个、啊、那个寥寥无名的知觉性，那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哦就是那个在成佛啦，啊那个是在爱这个，哦幸福就是这个，啊这个就该培养，该认识。我们认识了以后叫做结圣胎啊，哦啊，他会呢，哦，这个出生，出生以后我们要如普，如普不是要三年嘛，哈、哦，嘿，一出世的时阵呐，啊，未晓吃，未晓行，啊，都爱个教，对不？嘿，教伊吃，教伊行，三年以后啊，就会走啊，对不？嘿，慢慢啊，大汉就会做代志啊，对不？嘿啊，所以那个哈、哦、功能作用哦。都直直造出来，哦，啊，盖伊安尼前年壮年的时候啊，哦，那个恒沙妙德啊，它一个功能啊，就是一个德，所有的功能作用啊，都是可以利益众生的，这样了解吗？啊，我们哦都没有，我没有哦，把它发挥，哦，让我们那个、啊、整个啊，哦，佛性的功能作用、啊、都呈现，那我们哦。哦，一启发了我们那个佛性啊，在让它茁壮的那个过程啊，哦，第一个最明显的啦、啊，就是哦，我们的第六感啊，灵敏度、啊、增加，哦，那个啊，就是还没到的事，或是哦，会今天发生什么事啊，会事先哦有征兆，就是有预感，哦，那个就是要慢慢啊。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呈现出来，那接着下来、啊、就会有那个无眼又通，我们、哦、修道不要追求神通，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自然会有，只要我们本体能够守得住、啊、但得本莫愁莫，我们有没有记、记那个正道歌里面的那个内容，哦，永嘉大师就讲，但得本啊，莫愁莫。得本就是得到佛性本体，莫就是哦神通，哦，所以你但得本啊，莫愁莫，不要忧愁那个神通了、啊，它自然就会有。嘿，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哦，我们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启发，哦，先认识，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可是寥寥无名、哦、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会灭、啊、因为寥寥无名，所以我们可以修持，这样懂意思吗？有没有把、
哦，这个唯求作佛啊，不求一物啊，放在心上，还是想说哦，这个现实的生活还是挺重要。哦，我们落入凡尘啊，各位浅浅，我们都有那个葫芦啊，只要落入凡尘是人，一定拢有放荡的。他说只要是人，拢有他家，哦，有他家，有他钱。好、哦，让它短，这个是我们落入哦凡尘的最基本，哎，那个哦生存的要素都会有，自然都有，每一个都有。那我们够了就好，可以生活了就好，哦，不要再额外的去追求那个物质，不用。哦，假如说我们去追求物质啊，就是路啊，哦，已经呢，我们追求方向偏了。成垢已经染了，染了成垢。我们越拥有啊，我们就越放不下。那放不下凡尘的这一些呀、啊，哦，财产，我们佛性啊，绝对不会圆满，不会圆满光明，因为被哦凡尘的形象啊绑住了。所以，我们哦在凡尘啊，哎，就是啊，物质可以够我们生活就好，哦，因为一口气不来啊。我们所追求的哈，都是拱手让人呐、啊，没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带走，拢把人给啦。啊，我们呢，这个留的太多哦，反而引起呀、啊，哦，那个我们后代啊，哦，争那个财产。我们新闻之中不是时常看到吗？哦，嘿，那修好个，嘿，家属那种在修整的财产，修整啊为。为那个欢迎去啊，有没有？哎，那何苦来哉？哦，留给主生哦，就是要留给他德啊，不要留给他财产。哦，像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哦，到现在已经第72代了哦，他的主生啊，也家属那72代啊，我们还很尊敬啊。那假如说你很有钱呐、啊，72代。那也可以记一下啦，不可能的啦，所以一定呢就是要留等哦。那我们本身也是一样哦，就行持啊，哎，都是有德，有道哦就有德啦。只要我们都是从佛性本体发挥，那个所发挥出来都是德哦。所以见性啊是功，平等的是德，从呢我们佛性平等发挥出来。哎，全部都是功德，那我们凡尘的现象啊，哎，都是哈、哦、福德啦，福报而已。这样了解了吗？哎，所以我们要追求啊，一定要从佛性之中哦，从佛性之中去追求哦。所以这个啊，永嘉大师呢啊，对那个六祖跟他讲说哦，为何生道而慢？他也知道反省，知道说哦，自己已经哦。那个看不到的骄傲都呈现了，哦，因为他长得高大，借力又守得好，哎，所以不知不觉啊就骄傲，瞧人不起，从形象之中啊，他已经有分别心了。所以哦，啊，六祖才讲，我们呢要修道，哦，就是不能哦看那个初学的人啊看不起。下下人啊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有没有？哎，都、就是讲哦，迄真修啊真好诶吼，伊都有盲点啦。哦，修啊真悬诶吼，伊也有盲点。啊，迄吼，迄上哦，咱看迄个程度上低吼，迄拍拍尾有一波塔，知道意思吗？他有可取的地方啊，哎，所以吼、哦。我们要这个修道啊，不能哦，那个取你初学，开始学的时候啊，他都有根气，哎，没在敢挂起，哎，啊，所以要平等心，哦，每一个都是佛，只要有这个心，我们都尊重，我们尊重所有众生呢，叫做供养之佛。我们有没有在供养之佛啊？所有的众生呢，我们都尊重他，这个叫供养之佛。那假如说我们对众生哦产生埋怨，那个叫毁谤之佛。
我们有没有诽谤诸佛啊？不觉得啦，不觉得说我们对众生埋怨就是诽谤。可是这个是维摩诘说的哦，说我们对众生埋怨，就是已经在诽谤诸佛，众生就是佛了，那我们对他埋怨就是诽谤他，这样了解吗？所以就是尊重哦，纵然是我们最亲的亲人，是我们的晚辈，我们也尊重，这个叫供养之佛，这样会吗？培养我们那个德性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做，能够平等虽然呢这个晚辈啊是我们这个生出来，可是生的是现象，佛性呢不能生啊没有办法生佛性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努力的方向就讲出来说，生死四大无常性处，然后六祖就点他说，何不体取无生啊，了即无数就是你进入本体，进入本体啊没有生你在所顾忌的生死啊是现象，那你的本体啊它本来没有生，因为没有生啊就没有灭所以体其无生，然后了彻底了解啊不住相的了即无数，你了了就没有快慢了，这样懂意思吗？文字是文字啦，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所以我们进入本体了就没有生死，然后呢我们彻底了解啊就没有快慢，快慢啊是在现象之中才有快慢那我们进入本体啊亿万年前亿万年后啊都在我们当下，我们当下已经具备了亿万年前，具备了亿万年后，有没有快慢？没有快慢，所以就已经没有过去心，也没有未来心，也没有现在心，整个我们佛性啊都呈现，这样了解吗？又有一点深了所以或者就讲说，时事古今啊，不理当面。十世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是不是三世啊？三世各有三世啊过去是也有三世，现在是也有三世，未来是也有三世，是不是九世高世，然后加我们现前一念啊一世，多十世，十世古跟今不离开我们当下的这一念所以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啊具备了万万年亿万年啊都在我们当下这一念，这一念啊就是真心，这一念啊就是没有变化，这样了解吗？我们就是要追求这个啦所以永嘉大师才讲，不离当处常湛然，都不离开当下这个地方所在，当下的这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我们现前的一念这一念就是湛然，湛然常寂，就是我们的佛性原始状态，所以底下才接啊，不见一法即如来，还记得吗？才讲过啊，我们才讲过一两个礼拜而已啊就是要了解到不见一法，所有的万法，万法不是皆空吗？有没有听过万法皆空？它空性就是佛性所以万法都是佛性所以呢万法都在我们性本里面都是佛性，所以佛学才说看见的万法都是虚幻不实，我们已经透彻了解了了即业障本来空，有没有了了没有业障？在性分之中哪有业障？没有，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需还数债，有没有？
未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不透彻真理，不透彻真理呀、啊，哎，我们就在对待之中生活。那对待之中生活啊，一定有瓜葛呀、啊，跟人家哈、哦、这个有哈、哦、那个啊，哎，切切，有欠人啊，有人欠我，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啊就要还宿债，有欠都爱还，那个就是落入现象。啊，你了以后啊，现象都没，回到佛性啊本体。不生不灭，光明哦，就是光明，没有业障。各位会不会想说，啊，那业障未得去？各位先生，业障未得去。我们聊了以后，那业障未得去。所以有很多、哦、我们平常都没有去呀、啊。哦、去思索，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要了解说、哦、我们一透彻了解以后，已经回到湛蓝，湛蓝、哦、就是佛性的原始状态。我们的佛性原始状态有造业吗？有没有？没有，完全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业障吗？没有，都没有哦啊、所以我们了解一回到呢我们湛蓝、哦、那个佛性的原始状态，没有业障，没有、哦啊、已经回到了、哦、就是已经、啊、到家了。那我们、哦、在凡尘所有的一切、啊哦、所有做、哦、这个不好的一切、啊、我们在、哦、这个佛性的原始状态之下，我们呢可以说已经呢圆明圆满的光明。啊，为什么能够圆满光明？就是没有缺欠的、啊、那我们所有的缺欠、啊、都已经、哦、把它呢已经全部啊从根源啊把它补齐。所以、哦、各位前贤，我们啊这个一回到本来，是不是呢都有那一种、哦、慈悲喜舍哦、要所有众生呢也得到、哦、解脱，有没有那个心？成佛绝对不会说、哦、自己呀、啊，哦那个独自享受、哦、自己呀、啊、常乐我净就好，然后不度化众生，不会有的啦，一定是全部要度化众生，所以才有、哦、无眼大慈，同体大悲。无眼就是跟众生啊，哦没有瓜葛，跟众生啊。没有切切、啊、他把那个慈、啊、给予众生、哦、这个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叫做慈、哦、没有原因的把快乐给你。那假如说、哦、有这个切切的那一些、啊哦、债主、啊、没有原因他都可以给人，那债主要不要给他？是不是绝对是无条件的？Hey,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已经都在圆明之中处理完成了，这样知道吗？ Hey, 不要在心里面、哦、我们用我们凡人的心、啊、来想哦，那些欠的这间都没害，有没有那个心？一定会想，对不对？ Hey, 所以我们从那个慈悲喜舍，悲就是把苦，就是把众生的苦啊，把它拿掉。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佛啊要拿掉众生的苦啊是从根源、哦、众生的苦啊是从造业来，然后呢告诉众生说不要造业，苦是不是消失了？那个才是根源、啊、假如说、哦、那个众生造的业，然后佛菩萨来承受，众生是不是越造越多？那个苦、哦、那个果啊是不是越来越多？那佛、哦、他不会这样做，他一定从根源告诉你说你的苦啊是从造业来啊，所以你只要业不造，你的苦就没有了，是不是拔苦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拔苦啊是从根源、哦、说你业只要不造，不造业就没有苦的果报、哦、所以已经拔苦，
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说，哦，无条件的给你快乐，把你的苦啊拔掉，叫做慈悲，而且是很大的根源的，所以叫大慈大悲，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说哈、哦，我们幸福之中啊，就有慈悲，就有喜舍，那喜呢，各位浅显，就是对治我们的嫉妒。各位有没有嫉妒心呐、啊？可能哈、哦，我们都没有发现，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内心深处那个嫉妒心很强烈。我们有没有羡慕别人的时候？那个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嫉妒。所以只要你产生羡慕啊，那个嫉妒已经不知不觉啊，在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对治这个嫉妒、啊、就是喜慈悲喜舍的喜、啊、喜就是高兴，对不对？人家呢有好事，人家、这个知道了很多、学了很多，做得很、美好，我们都很高兴，容不容易？还真不容易呢啊，所以就是要、发挥啊，我们幸运之中呢就有慈悲喜舍那个喜呀、啊，所以哦，这个仙佛来啊、这个戒窍啊开沙，他会讲随喜功德啊是无边，有没有？就是要随喜，众生得到好处了，我们要高兴，不要嫉妒哦，随喜。然后呢，最后一个、啊、就是舍哦，舍就是布施了。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连那个、佛的果位、啊、他也都布施、他不会说、我是佛，没有、哎、他把那个佛、啊、也送给人、啊、也布施，可是、他成就了，我们不会说、他布施了我们就不称呼他佛，还是一样称呼他佛。所以那个舍、啊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什么都舍哦、把物质、啊、布施给众生、让众生也过好的日子、把那个心意、啊、好的心意也布施给众生，给众生也快乐的生活、整个也都布施舍，慈悲喜舍、慈、啊、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喜、啊、就是随喜、舍、啊、就是呢什么都可以舍掉， 舍到呢、真的是圆满啊，圆满的光明，这样了解吗？我们都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啊，那个啊，六祖啊就跟玄觉讲，说脾气无声啊，了其无数，各位了了没有啊？了了没有啊？了解了没有啊？要了解了、我们了解了以后啊，就会慢慢去做、所以这个熏习真理啊是很重要、所以这个玄者说啊，你我知影，我要来等啊，这真卡亲家哦，他吃饱就行，他已经得到、那个答案，他要得的答案了、六祖说哇、那么紧哦，反太师说那么紧，他都在真理的世界里面，哪有紧慢所以那个讲出来都很有意思啦、所以我们去体会、那个讲的、就是、真理跟现象、现象之中、有快慢，真理之中没有、所以、或许看那个、华严经、那个释迦牟尼佛从示现在凡尘、这个出世啊、当太子，然后呢开始啊、这个结婚了、生了孩子，然后出去修道，然后呢成佛，然后讲经说法、49年80岁入灭，然后呢华严经、他就讲说从示现入胎一直到涅槃不移毫念，就是不动哦，都不移动，毫啊，分毫就死了，
一点点啊都无叮当啊，我们可以想象嘛。未出世啊，甲八十岁离别，明明都安尼伫凡世间遮久啊，八十年啊，伊讲哦不宜好呢，吼、哦，我真想要想足久诶。讲阿姐哪会安呢？所以吼、哦，那个就是真理世界啦，吼、哦，叫做不动，如如不动，不动，不动世界。然后我们看的现象啊，虽然有动。哦，有动，可是都虚幻不实在，才会讲说清明眼啊，看到都是清明空啊。可是我们众生哦，叫一眼，都、就是眼睛哦生病了、啊，所以哦看到空中有花。各位有看到空中的花吗？那个佛的意思说，我们把万象都看成是实在的，叫做空中的花。啊，有看到万象吗？啊，有看到空中的花吗？还连不起来啊！我们看到万象，万象都是假的，都是空中的花。所以哦，佛菩萨看万象都是空，都是假的，所以他看到清明空。那我们看到哦，都是万象，这样懂意思了吗？以为哦，假如说各位前看到经文哦，说哦，看到空中的花啊，嘿，我无看，嘿，空中的花我拢无看，我看的拢好做实相。各位前前，实相哦，就是咱佛性本体呀、啊，它不会变的话，那个才叫实相。那我们凡尘的相都是假相，因为它会变化哦。最坚固的房子啊，一百年，更加固的哦，几千米啊。哦，它也一样变化了。只要落入现象，都会变化。哦，它会变化，会生灭啊！哎，我们不要去追求，我们就是要追求不生不灭。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掌握。哦，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啊，永嘉大师呢，哦，跟那个啊六祖的那一种哦对谈，这个提及无声呢，哦，了本无事啊。六祖说：“如是，如是一经哦，你这个体会啊是正确的哦。”然后呢，这个方觉啊，啊，方具啊，这个威仪礼拜，哎，这完了加显示的哦，得到了安尼哦的答案出来哦，就要给摆。所以我们了解说哦。真的是要你、有修到那个程度啊、哦、才会知道那个可贵哦。虚以告诉一点啊时间你就会回去了哦。六祖说缓太疏忽哦，你这么紧就会回去哦。然后他体会啊，那个佛性啊本来就不动，所以说本质非动啊哦，其有数也无迄个紧慢啊，都拢无叮当啊，如如不动。所以或许之前啊，不是讲我们那个哦佛性如如不动吗？还记得不记得？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啊，我们那个有玩过那个照相机啊，哦，我们知道说按快门的时候、啊、不能晃动镜头，只要晃动哦，那个影像照出来都迷糊，哦不清，对不对？所以我们哦，各位前贤，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哎，我们用这个原理来哦去了解。假如说哦，我们的佛性呢、啊，它是动，那就跟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是一样。我们看的景象都模糊不清啊，啊因为佛性如如不动，身体在动哦，没关系呀、啊。我们身体在动，看到的景象，哎，都很清晰，对不对？就是因为佛性本体不动，哦，身体在动，还、啊、有了解不？这个很重要哦，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啊、是如如不动，因为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形象哦，你头转得快，形象一样很清哦，很清楚的、很清晰的都呈现，了解了吗？所以啊，贤觉啊就讲本质非动。本来它就没有动，如如不动、哦、哪有快有慢？六祖就讲
随之挥动。什么人知道我们的佛性没在叮当？什么人知道？什么人知道？嘿，咱家己啦，咱家己的迄个吼了了分明的佛性啦，吼，咱家己了了分明的佛性啦，知影讲如如不动，吼。然后呢，啊，这个玄觉就讲说，仁者啊，自身分别，嘿，就是讲六祖啊，你家己产生分别心啦，吼。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哦，两个呢，嘿，在抬杠。哦，六祖就讲，汝甚得啊无生之意，讲哦，啊你对这个哈、哦、无生无灭啊，哦，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啊，哦，已经哈、哦，哎，怎样个真清嘛，真了解，哦，然后玄觉就讲，无生岂有意也，哦，讲迄个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来的啊，一闹意，然后呢，哦，六祖就讲。无意啊，随当分别。假如说、哦、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啊，它没有那一种功能，那为什么会有、哦、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那一种了了分明？分别啊，就是了了分明。各位先生，只要我们佛性里面啊有没有意？有没有意？我们都不敢承担。哦，有，可是哦，这个跟我们凡尘在用的意呀、啊，哎，不一样。这个它是原始状态的，本来的，本具备的功能，这样了解吗？不能用凡尘的哈、哦，我们那个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呀、啊、来说，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呀、啊，是我们有身体以后才有。那这边的意呀、啊，它是佛性的原始状态里面具备。很了解吗？不了解嘛，无要紧啦，运到哪来？哦，规尾就会了解哦。然后呢，哦，这个贤者又讲哦，分别啊，一回忆。他说呢，这个了了分明的分别，他不能用意来说了，他已经超越了那个意，这样懂意思吗？就是进入啊不可思议的那个内容，那不可思议，各位可以体会吗？或许不是有讲过哈、哦？我们现在不要找有，也不要找空，不要找意有意空，不要找非有非空。请问是有还是没有？就是不可思议啦！哦，这样的状态，哦，那一种哦。了了分明，可是又不能讲，讲的好像不对，哎啊，可是很了了分明，哎，就是这个状态。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么六祖就讲，哦，善哉呀、啊，哦，少有一，哦，一宿，哎，点点好大只啊，哎，啊再顿起，哦，那么十位啊，一宿觉，哎，就说，哦，这样呢，哦，只啊都已经哦了解。就徹底領悟真理，所以一嗅覺。那麼接著底下就是這個禪者，禪者自謊，那麼吃餐無阻，自慰以得正受，這個自謊去拜無阻，他就認為自己已經得到正受。各位浅显正受哦，就是讲咱已经接受咱家己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啦，已经哦接受，可以接受咱家己本心的佛性。那凡尘所有的一切假象哦都不受，这样了解吗？正受，正受就是讲咱哦家己接受家己呀、啊、哦不生不灭佛性。啊，那所有哦，万象跟万事啊，我都不接受，因为那个是假的，哦，那个不是正受，正受的是我家己本心的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去接受，这个叫做一心正受。各位天贤，我们哈、哦、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啊，是接受什么？接受凡尘的假象，对不？
啊，甲遐吼所有的万事啊，迄嘛拢吼假，啊，咱拢接受假对无？啊，伫假内底拢甲当作真的对无？是不是这样？是。嘿，啊，所以那个叫做吼、哦，不是正受啦，啊，正受就是干呐接受咱家己的本心吼、哦，不生不灭佛性才叫做正受，安尼了解无？嘿啊，所以吼、哦，我们只要说了解真理呀、啊。我们对凡尘的哈、哦，追一些景象，追一些事情，它到来的时候啊，不会进入我们内心。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假的，假的啊，我们不会让它进入内心呐、啊。你怎样？嘿，那种假嘛吼，它未进入你咱的迄个内心深处，不会，因为假的，假的，我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我又呢，接受我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叫一心正受。安尼了解无？会向未？不好做、哦，为什么？因为哦，万象万事啊，咱拢改动作真的哦，啊，拢会去哦，接受这些假象，哦，没有正受我们的佛性啊。啊，所以那个哦，智广他以为啊，他已经哦。得到正受，就是一心正受，从一家里面经历的世界，哦，然后呢，哦，这个安居啊，常住，哎，都、就是伫迄、那个哦，伊家里的迄个厝啊内底吼，哎，底下啊住，然后呢，转吉祥，哦，转呢这个常住，那么居呢20年，安尼坐20年呀、啊，咱啊坐咧20天。还是20点钟吼，都想袂久啊，对无吼？伊坐20年啊，所以可见哦，那个古时候的那个修持，那个心都很哦很强烈哦，一直要修哦，已经20年。然后呢，这个6子的弟子啊，哦，那个玄策哦，这个游方呢治何哦说，所以这个玄策哈、哦，原来拢是下界一切人。哦，这个呢，黄道，哦，那个玄觉永嘉大师，嘛是玄策哈、哦、去找伊啦，啊，这个智王哦，嘛是玄策来找伊啦，诶，这个哦，哦，看像咧修道，伊就去改哈、哦、拜后，哦，这个玄策啊，哦，这样呢，真的就是啊，在成前人啊，哦，先专啦、啊，哦，去引渡他，改引进啊，行入来迄个真理的内底，哦。那么文皇之名哦，听到呢啊，那个啊，智皇哦，这个赵安呢，问于伊的来哈，伊的坐这个所在解问，说汝在此啊，做什么？你伫家伫咧创啥？哦，那个智皇呢，他就说伫咧入定。各位先生，入定怎样？哎，这个哈、哦，我们就是打坐了以后，然后进入哦那一种多。哦，不参与凡尘事啊，嘿，那一种哦状态，嘿，以供我做入定。那我们哦，有的啊，在凡尘也是哈、哦，哎，有着一些功夫啦，哦，像那个龟基山啊，龟基山叫什么名啊？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他也是啊，哦，他那个入定啊，可以哈、哦，也入定可以供好些的寒疾呀。伊迄个生活吼、哦，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啦！伊咧食番薯吼，即马诶，囥诶甲埋伫个土内底，好伫番薯生长。哎，即马初定诶时阵哦，迄番薯摕起食，无食到完啦，吼、哦，甲食到头一半，剩1/3，搁甲大咧，搁咧大土内底吼，啊，番薯也搁生长对无？啊，伊搁入定。哎，即马个初定的时阵哦，个乌一堆番薯出来食，一堆番薯个生真大地啊！哎，个食食的吼，个甲囥个土个大个，个可以生长，可不可思议？所以他那个入定哦，就是真正的哦，已经进入到一种哦，不用那个生理的变化，嘛无大小便，哦，他嘛无呼吸。是不是不可思议？哎，真的是哈、哦，哦，那个修持啊，哎，拢苦修了，
哦，真的是很努力啊，在修。他有那一种哦，恒心毅力，这个都是我们哦需要学的。然后呢，这个玄策哦就问他说：“如云呐、啊，你在说哦这个入定，为有心入也，无心入也。你要入定哦，是有心入，还是无心入？”各位浅浅，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是有心呢还是没心？我们做事的时候啊，是真的都有心吗？是真的都有心吗？没有无心的时候、啊。所以哦，我们都没有深入的哦啊去了解、啊，很多哦都是无心。无心呐、啊，无心状态，无心状态哦，我们做了很多事，有没有？没有心呐、啊，可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有没有发现？那有当时哦，拢无心的时阵哦，啊，做足侪代志。往后的哈、哦、生活里面呐、啊。在做事情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体会说，啊，我今麦是有心在做，还是无心在做？可以哦，哦，这个哦，反观一下，哎，到底我现在做是有心还是没心？很多的状态哦，都是无心呐、啊，哦，没有意识心，它自然的走，哦，那个无心有，哎，各位没有发现而已，哦，那个。哦，那个是佛性本体发挥。若无心入者啊，你只要说无心入，一切的无情草木啊、瓦石、硬核啊得定。哦，只要说我们没有心，没有心哦，就是佛性的本体状态了。哦，啊，所以我们了解哦，一切呢无情。哦，那一些啊没有情事。哦，那一些没有前世的草木哦、瓦石啊，硬核得定哦，那球啊啦吼、哦，啊，那茶哦，啊，那个瓦片、石头，因吼、哦，哎，拢安尼大定，因拢伫个定的内底啦，有没有？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大定？哎，他们都是大定哦。那么若有心入者啊。哦，假如说你是有心哦进入定，那么一切的有情哦有情事的众生呢，含事哦包含了、啊、那个情事哦之流，一切的哦有情含事之流意愿啊得定哦，所有呢啊都呢能够得到这个定，所以不管是有心不管是无心呐、啊、哦那个呢都是现象，现象之中。所以我们了解哦，我们呢在生活里面啊，时常也都会落入这个两边哦，有心无心，有心无心。可是哦，我们呢要了解到，我们所谓的心啊，都是用哦，哎根尘相对产生的啊，那个哦叫识心，认识的心呐、啊。那认识的心呐、啊，都虚幻不实在啊，我们不要去认定它哦。哦，是我们的心，知道吗？我们时常会听到哦，我是真心的，有没有？可是这个真心哦，是建筑在事心上面。当时他是真心呐、啊，因为他没有发现、啊、哦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不知道真心是什么东西。那么他的真心呐、啊，是从事心生化，像男女之中恋爱、啊。好像各位都有经过嘛，哦，有没有？年岁都蛮大的哈，都有经过那个哈，那个适婚年龄啊。那个时候一爱到对方的时候啊，是不是有时候哎，嘿，你要爱他的心，有没有？哎，真的是哈，真正的会，真的是为他生啊，为他死都愿意。那个是假吗？是不是真？哎，就是真心。可是那个真心哦，会不会变化？
绝对会变化、哦、以后环境变化了，然后心就跟着变化，所以那个叫四心、啊、生灭心，生灭心的真心、啊啊、我们确实都用、哦、在凡尘也都用、啊、那我们现在修道、哦、就是要知道说四心、啊、都是生灭、哦、我们呢在凡尘、啊、要认识四心、啊、是生灭，然后呢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哦、那个即心即佛，这个心、啊、就是佛、哦、所以一定呢就是要认识。然后智方呢他回答说，我正入定的时候啊，不见呢有无之心啊，我伫咧入定的时阵哦，无看到有啊，无看到无，这个叫做、哦、无意识状态。那个六祖不是讲上上人有没意志吗？这个就是没意志啊，哦，那个无意志状态。然后玄策哦啊，他就说不见了、啊、有无之心，讲你无看到有。哦，啊，无看到无，哦，即是啊，常定，就是讲哦，常住的定啦。迄个拢永远是安尼啊，唔免你个用功夫去做，本来就有啊。哦，那个常定，哦，何有出路？免啊讲有迄个出定，有迄个入定，无。哎，这个就是讲真理啊，真理里面哦，就是这个样子。它已经整个都是啊，全部都是。哦，若有出路啊，即非大定。啊，你哪有迄个出来？啊，有迄个入去，安尼都唔是大定啦，就跟真理哦不相应，哦不合。然后呢，这个智方哦，以下无法多应对啦，各类唔代表讲啥，啥袂响。哦，啊，经过真久啊，哦，啊就问呢玄策，说事实是谁也？讲啊，你的老师是啥物人？哦，你哦，程系哦，哪一位这个哦祖师的玄策呢？就讲说，我师呢，潮汐六祖，红火外老师啊，就是遮客六祖哦，哎，六祖。然后智方哦就讲说，六祖啊，以何为禅定？哦，六祖给你讲，还、啊、是下面有这禅定？那么玄策他就讲说，我师所说啊，哦，就是六祖所讲的。妙赞言集提用呢如如，各位前贤，这八个字、哦、一定要很熟悉呀、啊哦。那个妙赞，妙就是佛性、哦、本体呀、啊。湛然，湛然呢就是言辞状态。妙赞言集，圆满的、哦、如如不动。哦、那个集呀、啊，如如不动。哦，妙赞言集。我们佛性的那个本体状态、哦、很奥妙不可思议、啊哦、妙赞湛然、哦、都是原始状态圆满，然后呢极灭，就是没有生灭、啊哦、所以呢极。那么体跟用啊，如如、哦、它的体本体跟它发挥的作用都是真如，如如啊、哦、如如不动真如，就是一真、啊、一切真，全部都是真、哦、这一种状态，就是在真理世界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它很奥妙妙，然后赞、哦、就是、啊、很深沉，然后原始状态，然后呢、哦、圆满、哦、光明、哦、然后呢极灭如如不动、哦、这个妙赞言集体用啊，如如，它的体跟它的用，哎，虽然、哦、呈现的用啊，哦无量无边，一本善于万殊啊，可是它还是如如不动。虽然说我们看得有万象，可是呢，它回到摄用归体以后啊，又如如不动。可是我们哦，就会哦，这个错误的认为啊，它的用，把那个用啊当成本体。啊、所以啊，变化万端，这样了解吗？是有一点深啊、哦、不过各位亲不用怕，这个、哦、经过一段时间、啊、我们侯老师会讲，不懂只要你再听再听，一定懂啦、啊，绝对会懂。我们经过半年了，对不对？
不是已经可以稍微懂了吗？跟刚开始听是差别很大，有没有？我们这边很棒呢，才半年就可以哦，哎，可以听得知道意思。我们北部哦，虽然说哦，这个知识分子比较多，可是哦，这个半年能够懂的好像没有嘞，最快都一年嘞。哎，这个上个礼拜遇到一个哦，两年一个月才懂，才说我现在听懂了，怎么懂？了了分明，知觉性，这一句话懂了。从这句话一懂了，一窍通，哦，窍窍通。所以我们这边哦很棒，半年而已啊，中间还休息一个月。哦，时间很短啊，又可以听哦，听知道那个意思，哦，已经很理想了。哎啊，只要我们深入，哦，从性文里面深入啊，绝对哦会法喜充满。哎，佛学都讲哦，等到你懂了以后，那个哦，冬天晚上盖着棉被睡觉哦，好笑哟，笑啊起来，哦，家伙，真的哦，就是这样哦，那个法喜充满哦，整个啊都进入啊哦尘扬的世界，很理想哦，已经呢哎跟凡人那个哦处在苦海啊都不一样的哦，从内心的产生的高兴，哎，这个就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哦，所以这边啊，这个啊，这个哦，玄策呢就啊跟呢哦智访说哦说呢妙赞言集啊体用如如，哎，真的是回到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然后呢五音啊本空，这个五音哦就是五蕴呐、啊，五蕴哦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你闲枯哦就是色啊。受想行识哦，就是咱的精神呐、啊。啊，我们每个人呐、啊，哦，都有五音。啊，五音本来都是空的啦。各位浅显，我们现在啊，对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五音呐、啊，知道它空不空？很难的哦。我都实实在在一叮当一讲，本个一讲咯哦，空不空？所以从真理来讲，哦，这个是天地的物质，哦，水火风土啦。在咱身躯吼，哦，做水火风土。啊，水火风土吼，伊是哦那个啊，哦无知之物，它没有知觉啦。啊，咱今嘛把这个无知的水火风土吼，改变成有知觉。啊，迄个变成有知觉吼，咱今嘛就变作讲吼，嘿，一半是。哦，佛性啊，啊一半是现象，就是水火风土啊，一半一半。啊，看咱的注意力哦，是注意的佛性，还是注意的水火风土？各位浅显，我们注意哪边？正确，我们都注意水火风土。要不要轮回？真的要啊？为什么？啊，咱都没注意佛性呐、啊，吼、哦。他注意水火风土啊，哎，他虚幻不实的假的，啊，我们把假的当真啊，啊，真的佛性哦，什么时候我们去照顾他？有没有？有在照顾咱的佛性吗？啊，无看呀，怪你，对不对？哦，佛性都无看呀，拢歪怪你啊，哎，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哦，我们已经颠倒。本末倒置，应该注意的佛性哦，我们都忽略；不应该注意的所有风土啊，我们非常在意。哦，个过个吼，不够功夫了，有没有？何以加？何以轻？个个增个好，去买化妆品来增，有没有？我们非常注重所有风土。哦，所以看到服装哦，嘿，橱窗内底衫，遮水无买晒，困袂去。有为了自己的佛性困袂去无？从来没有啊！哦，那么是为着现象的困袂去。啊，所以我们注重哦现象假的，
真的都不注重了，所以佛才讲我们颠倒。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哦，身体是假的，哦，所有风土，我们要借假修真，真的就是佛性。啊，要使佛性啊，时时刻刻啊，哎，都光明，时时刻刻呢，都觉，都在觉之中啊，没有不觉的时候，因为不觉就是无明。哎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无明啊，都不觉。啊，现在研究了，哎，就是要觉，哦，时时刻刻都觉。然后等到我们哦，下面加一个字，则，觉者，觉者是什么？哎，就是佛啦。啊，那一样呗。哎，难得哦，时时刻刻保持觉啊，那个则是不是为了加了呗？对不对？哎，觉者成佛了没？成了哦，觉者就成了。哎啊，我们不觉就无明，无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哦，我们自己找的啊。哎，所以我们哦要转移啊注意力，哦，把那个现象看淡，把佛性啊没有形象的佛性啊，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你良心拢跌了嘛，对不？哎，良心就是佛性本体呀，啊，大家拢有啊，可是我们都不愿意用啊，愿不愿意用？哎，一定要把它启发出来用。哎，这个良知良能哦，良心嘛，哎，未使讲的一斤偌济啊。我们很多人都吼，我会讲的话加多一斤偌济，你良心一斤偌济？各位先生，我们良心一斤多少钱？哎，无价之宝哦，那个无价的，一定呢哦，我们要了解，就是良心在成佛啊，它成佛就是最好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培养哦，让我们的那个良心、良知、良能呢，哎，全部发挥它的功能作用，恢复它的光明哦，我们就是一定呢哦，要自己努力啊、哦，要留十五分给各位问哦，已经剩下十二分而已。可以有问题吗？剩下十二分哦，把握。不能想歹势，吼、哦，我们越哦越问了，进步越快，就是要问了。哎，像那个台北前线，他们讲吼，啊，那生脑袋瓜。他、啊、哪能救一万年换下一念不生，这样是不是浪费？哦，你看这个问题很好的哦。我说不浪费哦，我们用到正确的方向。哎，我们因为啊脑袋瓜都哦胡思乱想，所以啊我们哦这个时时刻刻啊都不清醒，哦没有理智，然后、哦、我们哦胡思乱想的太厉害了。哦，搁浅浅就可以试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哦，你就胡思乱想，看看明天早上起床有什么状态，一定哦，整个头啊都快要裂开，很痛。那你隔了哦一天以后，你就训练，一念都不想，一个念头都不要，哦，全部的力道呢都放到床铺了，全部都不想，明天早上起床看看。很舒服啊，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哈，哎，那个正确的用，哎，就是让我们很舒服，哦，非常的愉悦呀、啊。啊，你用的不对了，哦，他都足疼，整天呐、啊、都没有精神，那个就是用错了。哎，啊，你用正确的，一躺上床铺啊，哎，一念都不想，哦，万念都放下，放到床铺，哦。底下的，然后明天起来哦，够清爽的，哎，这个就好用。好，请说。刘讲师，请问一下哈，修行者哈，有接受者是个硬壳，那他们是回到里面还是起来？是回到里面还是回到起来？是吗？哦，各位同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硬壳啊，就是我们那个求道的。
法哦，哎，那个哦，给他撕了哦，把我那个血管打开，那个是郭老师，一代的祖师才有那个前辈，哦，把我们的那个血管打开，那个叫做义可，哦，那个受气叫义可，就是说你可以成佛，哦，那个啦可以成佛，那我们哦要不要成就，哎，就要自己努力了。以往哦是已经修到功果圆满才受气，那、啊、现在哦是先受气，哎，然后看要不要做。那、啊、你不做的话，那个叫种子不灭，就是我们佛性它会哦保持啊，就是圆满不分散，分散就会变成蚂蚁，变成那个蚊虫。它、啊、要积累就要很久哦，那个分散。那我们一求到以后，纵然没有修成，那个理哦还完整，完整等到下一个年会哦，开天辟地啊，隐会哦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来转世呢。啊，那个转世呢是被业推来，不得不来。像我们那个黄母性的持戒，不是有三三波吗？哎，就是说哦，我们呢、啊，哎，这个在那个洗澡的时候啊，然后我们把我们先一些水都收回去。那个是讲好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修成哦，哎，一定要把它完成啊，哎，来了我们的那一层哦业障。这个前部则讲书讲，讲比较好，哦，让大家听。刘讲师今天有些询问说。以入世之心行出世之法，是这样。以入世之心行出世之法，以入世之精神行出世之道。啊，刘讲师好。好。那个入世那个知识啊，哎，后来来到入世之心来行出世之法。入世之心啊，行出世之法，这个人就要看我们有这个本钱没有。哦，心虽然是很善很好，可是你对出世的法有没有了解？可不可以引导众生啊？哦，脱离苦海。哦，我们发心很重要。哦，那个心好、哦、要啊、哦，就是大发心要大，度化众生的脱离苦海。哦，这个。入世之心，可是呢，你出世之法，你要行持，可不可以让众生呢？哦，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正确的修法，可以让他脱离苦海成就。哎，那个哦，我们就是要哦努力，不能是光有哦那一个善愿，然后没有实际的那个内容。这样的话，虽然心是很好，可是不会有成就。那我们就是要、哦、了解引导众生呢，我们度化众生就是要他成佛。那我们本身呢、啊哦、有没有办法成佛，有没有、哦、这个自信，可不可以引导众生也成佛，这个就很重要。这样了解吗？好，还有吗？还有五分钟。好，请说。杨师好，刘讲师好。好，请他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万年半上之后啊，那后学院到招就是说，为什么会变成，就是满身大汗？可是问题是那个，就是那个场所是很正，甚至还有电风扇。这个我们啊、哦，在做功夫的场所，就是要自己啊、哦，哎，先这个妥善的啊、哦、加以处理。假如说我们觉得啊、哦，在这个我们做功夫的场所，让我们啊、哦、心有一点挂碍，那个也不
不行，因为那个都是眼啊，就是万眼的眼哦，要放下放不下。那我们只要说啊，有对这个无形的东西啊，会产生一点哦顾忌。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不是有那个檀香嘛哈，我们哦点一点檀香，把那一些哦无形的赶走，这样我们做起来就会很顺。哦，一方面呢，我们有檀香，情绪会稳定；一方面，无形的哦闻到檀香，它一定走开。哎，啊，所以在那种现象之下，你就很放心的去做。阿慧哦，满身大汗，就是太紧张了，就是你眼啊没有放下，有期待，内心有很强烈的期待，那个眼就没有放下，所以放下是很轻松的。那个哦，睡着是正常，阿慧流汗就不正常，万年放下就睡着，那都表示了，他真的哦掌握到万年放下。睡着，他不能再做一念熟悉，那个要分开做。这样会了吗？放松，还有吗？还有三分。把握三分钟，很快就过了。来，最后或许唱一段，唱一首歌给各位听，好不好？好。这个蔡头哥是我们郭老师，在过去那个时候，在北部市里属于和建老师一样开设佛堂，老师来做蔡头哥。他的歌词有两段，或许唱后面。他说：“天地宽，宇宙广，红尘滚滚，景色很清，加持周人立风霜，尽心竭力渡人难，茫茫茫。”这个外面都没有在唱这首歌，那这个或许很欣赏，很老师那一种。那个苦口婆心的那一种，要度啊，众生的心。不管在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老师都是这个两肩承担。他或许很喜欢唱，虽然年岁有点大，可是还是很喜欢唱。他或许要唱歌听。天地宽，宇宙广，红尘滚滚，尽情扬，加持中，立风霜，尽心竭力。